有大食物。不行，这不是。可恶！明明说啊，这就不怎么需要练的。我们是要公平竞争。你要公平竞争。公平竞争，好让十秒啊！前面那些牛鬼蛇神根本就不能让，好不好？说跟那些牛鬼蛇神拼真的。真的一定要认真。虽然说我没有玩过不死的版的。
闲沙闲休闲玩个一场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老虫，应该再晚个零点几秒。看来是前面机车有问题。
后置蛋还没有电，所以就先跑就改趴一下。最少要电到把后置蛋跟 W 电完。把握好，可恶！烈花以及火焰太早放，打中 BOSS 的时候，不然可以再更快，也许有机会可以突破42分。I've been waiting to fight with you.
可惜没有直接炸掉。艾莉老师，他说不是很顺利。我还有会掉时间。这小又是金的，就是没有掌握好动的时
在开台在练 BOSS 大。我觉得这边会掉时间。好多师傅卷子加一秒啊，太早了。然后我忘记换
换特务了，我忘记换特务了。摇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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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说第三次才成功，不过没关系，逆血的时候还有一次尝试的机会。现在玩 UA 是因为后世大可能要把后世大换到下次开台的时候再练，不然前世巨关到卡尼尔 Show me what you've got 花太多时间了。来得及吧。而且我看这一趟应该很难有像，很难有像我100%，现在100%PB 那个超具争议的，那个猫头鹰一回杀，因为那猫头鹰一回杀太难做到了。那我忘记换特务了。My fate is sealed. I have no choice.
这样就蛮给面子的，开场就出拳头。他变成一个大肉吧。猫头鹰被雷射打中，如果他往我诺玛的方向，往诺玛方向逃，逃离画面，才有可能一回杀。因为那个猫头鹰一回杀是让诺玛把多吃了，让猫头鹰多吃了两下诺玛的伤害。哇，失败！我刚刚在干嘛？不是猫头鹰不跑掉，是他往诺玛撞的冲撞下去的地方跑，然后用尾巴扫到他，用诺玛尾巴扫到他，那才有可能一回杀。首先当然也是要哇，都失败，看来要模拟器尝试。现在打了五大，
那个太，那个讲真的是要有极端运气才有办法试得出来，至少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的啦。这个真的很难，很难用得出。平常最多也只会让猫头鹰吃到五下，加天心劫，伤害不判定。反正这样子吃的伤害太多了。Are you ready for your final journey?大枪的 RNG 不好。